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V 想的教学。这一节课要跟大家讲的是一个 rigging 的一个概念啊。什么是 rigging 呢？rigging 在 3D 里面呢，通常来讲，它是一个动画的前置作业。好，那一般来讲，我在实体教课里面呢，短期的课程是绝对不会讲到 rigging。那长期的课程呢，如果提到 rigging 的时候呢，大概已经死的死，逃的逃，哈，大概全班剩不到3个，哈，所以，干脆把它录下来，哈，啊，无人来听啊，对不，哈，气死人，哈，好吧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呢，rigging 呢，基本上一个概念就是说，如果我要今天要让这一个机器人走路的话，它现在是散开的这个模型，你要走路其实是非常困难的，哈，那我们呢，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，就是连接的一个概念，哈，比如说，它连它，啊，它连它，然后它连它，然后这个连它，哈，然后，我们在做一些，在做一些连接之后呢，我们对于做动画可能，它就可以抬脚，哦，这里可以弯下，哦，可是你看这里会变形，哦，所以 rigging 呢要提到的东西可能有很多更复杂的层面在里面。好，那我现在推回去。好，所以这个呢，就是指的，就是连接只是 rigging 的一个部分。那我们要谈的呢，其实真的要做起来，rigging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。好，那这里用一个 Photoshop 跟大家讲，所谓的 rigging 呢，放大一下，是在我们模型做完之后，还有动画之间的一个前置的一个做动画的一个前置作业，哈，中间的一个过程。那一般来说，我们的rigging 啊，有架设骨架啊，然后设定 IK，还有一些控制器的一些设定。好，那这个部分呢，其实哈可以搞死大家哈，因为真的讲起来复杂的 rigging 是非常非常复杂的。好，那我们后面有机会会跟大家慢慢谈，要怎么样去做一个比较完整的 rigging。我们先看一下结果就好了。这个是一个我做完的一个rigging 的一个设定，那我们可以看到呢，rigging 的话呢，把里面的骨头先关掉。好，rigging 我做了好几个控制器，比如说像这个身体的控制器，我就可以呢，蹲下来，好，那跳起来，蹲下来，跳起来，哈。那我们在弯的时候呢，这个还可以去移动它的膝盖。我们可以利用一些控制器呢，来让我们的动作，好，让我们的动画呢更活泼一点。好，那当然，这里把它推回去。啊，那像是你看这个每一个圆圈呢，我都是控制器，像它的脚掌，好，可以这样子，好，这个地方呢可以这样，好，那这一圈呢可以这样子，好，或者是这样，好，那这一个是控制整个脚掌，好，那 好的 rigging 让你上天堂哈，烂的 rigging 呢可能让你住套房哈，那不管怎么说呢，rigging 呢，在做动画之前呢，哦，它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。那我们后面呢，会再跟大家讲解哈，如果要做这样一个机器人的 rigging，要怎么去做。好，谢谢。